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。现在仪式开始，人民共和国国歌。 座四周呢是镶嵌着八组石符，高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呢献花，并且渡长江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没错，不管是一个民族也好，一个国家也好，或者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，蒋先生，您觉得我们怎么样通过缅怀先烈来继续奋斗？ 你要维护这个民族独立的场所，值得人们去尊敬的场所，所以呢，在这。